直接出个胶水。这个魔术非常简单，一开始你可以让观众擦住这里而来。假如我让你擦住了，那要怎么样才能逃脱呢？非常非常简单，注意看，正常情况下这样擦住，如果我们直接拉这两条一拉，肯定是逃脱不了。所以我们有技巧，什么技巧呢？来，我先把它卷起来啊。什么技巧呢？注意看，好，我们要更改一下啊。好，我们要拉这两根，就如果你直接在这里拉是出不了，对不对？你要这样子拉这一根跟这一根，好，交换顺序，这样子，啊，看到没？它就已经出来了，连着。